带给我很大的力量，就是我自己在这首歌里面有得到救赎这样子。然后所以希望今天也可以透过这首歌，就是传达给你们一些正面的力量给需要的人，就算只有一点点也好。更多好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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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，那我们要。不好意思，请不准。其实就是从接下干部到现在，就是今天是我们一起悲情走过的第344天这样子。然后其实这一路上走来，就是很谢谢身旁的人，无论是包容啊，或者是就有伤害到身旁的一些人，就是都很感谢我们，还是一路上就是这样走到今天。然后其实想说话是有很多啦，可是就是我们每年的公演都会超时，所以就是也不敢在台上讲太多话。可是现在刚好G2的琴有点不准，所以我就可以一直就是从容不迫发挥这样子。大家台下应该很多表演者都想要，就是像我现在在台上面讲话，放一阵。你有很多话想讲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就是扣打到我这里。请调好，好吧，我找暂停。So sad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哇！故事更浪漫，在你塔下吧，让我轻抚你安慰，伤害我好感平淡，不知愿意难吗，看我的爱有温柔包袱，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，生命从来不觉得谁该负责任，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蒙我深的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们都开心。
献给他。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生命不用对别人负责，可是就像其实玩社团也是一样，就是很谢谢一直以来就是无论是包容我们，然后还有支持我们，就是这一年在吉他社走下去的人，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就是背起走过每一天每一天，我都不会忘记，希望你们一样都会记得。这一天。